傅你好。啊。哎，师傅你好，您帮我看一下，我是87年的兔子。你们记住了，以后不可以的，一个电话只能一个人啊，听得懂吗？哦，师傅。否则人家要骂你们，你们有业障了。明白了吗？如果一个人打进电话，五六个人一个看过来，人家不要看了，人家拨电话拨得多不辛多辛苦啊。嗯。是。啊，对不起，师傅，师傅，我现在就是这是素宝宝，你看他87年的兔子。有什么问题了？没问题了，我看，蛮好啊。就是有佛缘吗？有啊，怎么没佛缘啊？是男孩还是女孩啊？不知道，去问医生去。啊我用功能帮你们看这些的。啊。男孩女孩呢？自己记住了。我告诉你，如你的心愿了嘛就好了，还要我讲啊？啊，是如我心愿了，师傅。对，不要讲了，这些东西师傅帮你们看这些不好的，听得懂吗？哦，是。听话听音，这个锣鼓听声啊，对不对啊？嗯，好了好了。啊，师傅。您看一下我的业障是多少？87年的兔子。业障多少？我业障不少，36。哦，36。嗯，好了好了，不能再讲了。嗯，好吧，好好的把孩子生好，明白了吗？师傅。嗯。师傅你好。啊，不可以了。你们都是出来度人的。老妈妈。我跟你们讲了，一个电话只能看一个人的，已经两个人，人家要骂你们的，到时候你们有业障了，不行的，好吧，下次啊，那就这样，嗯，再见再见，我们都谢谢师父，好好的修，好好的修，天天求菩萨，感恩师父，感恩观音菩萨，嗯，好好听啊。嗯，我们今天都出来一天累了，发书发光盘发得特别好。好好修，我告诉你，你记住了，好好的修，现在学佛人越来越多，好吧？嗯。是是，现在越来越多。我们人心向善，老师了，你记住了，现在人心向善多好啊！